这些武器的外号你知道吗？雪龙又发现个秘密，在游戏中玩家们经常会给一些武器取一些有意思的外号，那么你知道他们外号的来源吗？首先是汤姆逊冲锋枪，我们来仔细听一下他开枪的声音。就因为开枪时的声音比较像打字机，所以就有了打字机的外号。第二把 SLR， 这把枪的刷新率很低，因为伤害很高，并且后坐力也很大，开枪时的声音像极了大炮，所以就经常被玩家们称之为大炮。第三把武器 MKL4， 空投级武器，又称妹控，这个外号其实和 MKL4 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大家在打字的时候在键盘上打出 MK，就会自动显示出妹控这两个字，久而久之妹控也就成了 MKL4 的外号了。除了这些，小伙伴们都还知道哪些武器的外号呢？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告诉雪龙哟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